马警官，我是周东里，你确定这不是一个圈套吗？说实在的，刘鑫娜能主动投案，我没有想到。刘律师，你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把嫌疑人都暗中包围了，你那边最好不要打草惊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刘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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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！哎呦，来了，你这当爹的。 还挺有良心的啊，知道来看看你女儿，啊！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你闺女脸上就要多几道刀疤了。刘老板，怎么的？啊？求你，求求您，你别伤她。哎呦，我哪舍得伤害她呀？啊！我伤害了她，谁给我钱呢？啊？ 刘老板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刘老板，我求求你，别动我的女儿。只要你不伤我女儿，我一定当牛做马，我把你的钱还上。哎，想什么呢？看什么看？ 老周，是，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儿，我对你隐瞒了这么长时间，对不起。什么事儿？你别吓唬我。你包里的房产证是假的。你知道我今天贷房产证了？你知道圆圆？你被李宇坤骗了，我也被他骗了。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你拿房产证去做抵押贷款。啊？圆圆没欠他表姐的钱，他也没做生意，是李宇坤赌博输了钱。 圆圆为了替他爸垫上这个钱，就挪用了公款，而且就拆东墙补西墙，当他补不上的时候，就去借了高利贷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还偷了你的房本。这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刚刚才路上你就……我原本以为，我把这个钱慢慢还上。 房本就可以拿回来了，我自己什么都可以解决，没成想这是个无底洞，而且越陷越深。那10万块钱，圆圆也是还给高利贷了，圆圆被绑架也是他们干的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还报警啊？那不是你报警干什么呀？这事儿，他怎么地，咱们也能想办法解决了。 你报警，你叫吃官司了？你怎么也这么糊涂啊？我当时就是因为糊涂，没马上报警，才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聊了这么久，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吗？看看去。别动，再等等。我大概可以明白了。 就害怕这事儿，小刘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跟我结婚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？现在不说这个，老周，我还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。将来你可以起诉我，一切罪过我都可以承担。我想求你放过我闺女圆圆。 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被他爸骗，是被高利贷逼的，你就饶了吧。我没有什么饶不饶啊，什么放不放啊，都没有，我还是要问你刚才那句话，你跟我结婚是不是因为这个？ 我是有目的的。啊！哎呦！
Açan demiş sen.刘琴娜，你涉嫌诈骗，请协助我们回去调查，带走。东林，那真的房产证在柜子里呢，你爸的裤子兜左边有药。爸，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被告人李宇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，隐瞒真相，教唆被告人李媛媛骗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构成教唆罪、诈骗罪，应予刑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9条、第266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李宇坤犯教唆罪、诈骗罪，两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处罚金人民币50,000元。被告人李媛媛系本案从犯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
说走就真的要走了？老顾儿子来电话说，儿媳妇生孙子了，让我们过去享受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。好事，好事。哎，我就算赶上最后一班车，抓个幸福小尾巴呗。他儿子给我们买的飞机票，说让我们出去见识见识。这不挺好的，是吧？哎，你瞅瞅我，老王走了，小刘吧去乡下，您再这么一走，我这人跟我的心又成了空巢老人了。放心吧，我觉得小刘他肯定会回来的。赵子杰，几十年老邻居，您一切保重。你也保重。都硬硬朗朗的。对。硬硬朗朗。对。硬硬朗朗。是噩梦吗？为什么我还不想醒？为什么不想醒？为什么不想醒？好久都没来看我了。妈最近有点忙，不是回老家农村了吗？把以前荒废的地都种上菜，每天去镇上买菜，家里还养了些鸡。妈就想快点挣钱，把周老师家的债还上，等你出来以后再好安安心心的过日子。所以妈最近没来。妈，我没怪你，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我自己，是我自己走上这条道的，我不怪你，不怪你。行了，你就好好改造，争取早点出来，妈等着你。好。妈。
看着老了很多，都是我害他，可他非但没怪我，还来看我。他还问你，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了，我还说你是真心实意爱他。你胡说，你还嫌害他害得不够啊？妈，可你们是真心爱着对方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可以好好的在一起的。那都是梦，我就不该做这种梦，不应该走进他的生活。是你把我的梦打醒了。像咱这种人，就该过这种属于咱的生活。妈，你不应该这样想。周爸爸都告诉我了，他说你当着他的面跟他说，你和他的婚姻是你有所企图。你为什么要这样骗他？你不图他什么？你从一开始你就不图他什么？你不懂。这都是为他好。我觉得过去的事儿，周爸爸他都能过去，只有对你他过不去。妈，我告诉他，你爱他的时候他笑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倒是你跟东校两个人，你们俩到底准备耗到什么时候啊？爸，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了。我和笑笑考虑好了，我们俩准备复婚。也该了，但是都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，想好了。我琢磨着。笑笑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在孩子出生之前吧，把这事办妥当了。嗯，耀华，你快做爸爸了。做爸爸不容易哦，没有谁是准备好了之后才去做爸爸的。嗯，都是边当边学。反正就是说，多多的互相照顾就对了。放心吧，爸。我一定会把笑笑照顾好的。爸，您没什么事儿？您真没觉得不舒服或怎么样的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外边饭好了，要不出来吃点东西？我们一点儿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我想先躺一会儿。好，爸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啊。你休息一下，哎。慢点，慢点，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。我没事儿啊。我跟耀华去看过咱爸了，咱爸的状态很不好。萎靡不振的，人一下子老了许多。他是不是又想那个刘希娜了？姐，你有空去劝劝咱爸，别让他再想着他了。他把咱爸害得太惨了，
爸要是想找老伴儿，咱们帮他找。我跟办这个案子的王律师挺熟的，我看了卷宗了。据李媛媛和他爸交代呢，刘希娜其实是一直在保护咱爸的。现在事情过去了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也许咱们真的误会他了。不管误会不误会，反正他当着咱爸的面承认了，他跟咱爸结婚是有目的的。冬夏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李媛媛，你也是快当妈妈的人了。作为母亲，如果咱们的孩子遇到这种事，是不是也会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呢？冬笑，我没事啊，我待在家里头心里头憋得慌，出来散散心嘛。你别打电话给我，过几天我就回去了，我就出来看看老朋友，老朋友再不看看不到了，多走动走动啊。我回去会跟你姐姐联络，别替我操心，多照顾好自己。我还等着抱外孙呢啊啊。喂，爸怎么说？爸说他去看一个老朋友，他还有什么老朋友啊？爸想出去转转也是好事，别太紧张了啊！我能不紧张吗？哎，要不我就不去了，还是在家陪你，好不好？你去吧，别耽误工作，早去早回。我离生还早着呢。对不起了，亲爱的。好好在家待着啊，我很快回来。走吧。走之前去找我了，我同意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他是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。有那么严重吗？爸又不是小孩子。这老人就跟孩子一样，也会任性，会耍赖。他这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。抗？你没看出来吗？刘阿姨走后，他就没开心过，整天都没有精神。姐，爸是在埋怨我们吗？他连埋怨我们的话都懒得说了。冬笑，这是银行卡和刘希娜的还款记录。这段时间她一直在给我打钱，虽然每次钱不多，可是也能看出她的诚意。我能想象得到，像她这么困难的人肯定赚钱不容易，可能她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求得咱们的原谅吧。
现在的状态越来越不好，我真担心他会撑不下去。现在只有刘希娜能救他了。你联系上他了吗？他不接我电话。刘希娜家在哪儿？前面那个路口一直走，往右一拐，头一家就是。哦，往右一拐哈。直走，直走。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看看你，真是的，你看，累坏了吧？坐会儿，歇会儿。坐长途车来的？是我跟我姐做的不对，我们俩太自私了，根本没有考虑到你跟我爸的感受，对不起。笑笑，这三个字儿应该是刘阿姨说的。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们家的事儿，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爸。他还好吧？我爸身体还行，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总是萎靡不振的，也不知道他一天心里想什么，总是一个人出去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。都是我害的。他是个好人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刘阿姨，你跟我回家吧，只要你回到那个家，我爸心里就踏实了。刘阿姨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你为了我，为了我爸，为了我们那个家，您就回去吧。笑笑，我不配进你们家，我不配。我做了那么多错事儿，再说了，咱也不是一路人，你就别劝我了。Thank you.
刘阿姨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想好了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跟我姐一块儿接您回家。挺着大肚子怎么行啊？没事儿。有事儿就是大事儿。慢点啊。还有三个啊。二三，好嘞。刘阿姨，你回去吧。没事儿，等车来了我再回去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小家伙踹了我一脚。这孩子可能是累了。我这就是条件不好，条件好应该留你在这休息一个晚上，明天再走。没事儿，来我就一个人来的，回去我一个人行。车来了，慢点啊。来，谢谢，我们是孕妇。啊，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坐宽，谢谢。师傅，麻烦您慢点开。好。刘阿姨，你走吧。再见。算了，往里，往里。啊，往里。师傅，咱走吧。好。我给你送回去，我再回来。谢谢刘阿姨。靠好了。腰酸是吧？来，我给你拖着。不是刘阿姨，我这肚子一阵一阵的疼。哟，那是不是快生了？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呢。哎呀，那也没个准呢。哎呦，这……师傅，这股孕妇要生了，能不能直接上医院去呀？好，你们坐稳啊。好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来，哎，好好，谢谢，来帮帮忙。来，让你躺平了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东里啊，喂，我是刘阿姨。刘阿姨，那个冬笑要生了。什么？冬笑要生了。嗯，好好，我马上联系医院。哎，那个冬笑就拜托您照顾了。啊，没事。好好好。东里，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呢。啊？小小，深呼吸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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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姐，哎，耀华，刘阿姨，怎么样？别着急，快了。爸呢？啊，通知他了。
耀华，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了，别担心。好。小刘，你也来了。这次多亏了刘阿姨，是她及时发现的。哦，谢谢。大夫，大夫，怎么样？恭喜恭喜，母子平安，六斤六两，男孩，太好了吧？小刘，藏进了满头白发，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愁。少喝点啊，喝多了谁回家带孩子？我才喝了几口啊，真是！你看你一条鱼都吃完了，你吃了半盘子虾了，我就没喝口酒啊。我吃是为我自己吗？我不是为了孩子吗？我得补充营养，回家喂孩子奶呀。怎么着？你不乐意啊？不乐意你喂。我哪有那功能啊？啊？没有，你也少吃点啊！你不要做辣妈吗？啊？你吃了跟个小猪似的，怎么个辣法呀？啊？你说谁小猪呢？你说谁是小猪呢？哎呀，你有几个意思你？你什么意思你？我没有意思，你别误会，别想多了啊！你看看你妈多敏感呀！啊？长大了以后陪老爹喝酒啊，咱们一块儿喝啊啊！干嘛你？小迪，这鱼的英语怎么说呀 ？Fish。啊，还有那蛋呢 ？Egg。啤酒呢？妈，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，你还让我背单词？哎，你这臭小子，学会顶嘴了是不是？经理。你就让小迪轻松的吃顿饭吧，学英文也不差这会儿。都是您惯的。小迪，多吃肉，吃肉补肉。嗯，谢谢老爷。这还有个虾。喝啤酒非得吃点海鲜呢。你那嘌呤高又棒啊。这么多了，你可以吃点别的。别吃。好，刘阿姨，我向监狱方面打听了，原来在里面表现非常好，有可能减刑呢。那能减多少啊？嗯，这个不好说，得看他的具体表现。铁哥，还让你费心
Thank you.